这是自然而下，水已经放小孔的，已经马上要满桥。看自然而下好像水了，新鲜了，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水。我的钱在飘。真干净的水，你看现在也好深，来，站都站不稳，站都站不稳呢，还在涨水。涨那么大，第一次看到那么大水。十分钟涨一米啊！我说的速度是十分钟涨一米钱啊！新盖已经彻底就是上公路满公路的啊！我的水已经跟前的水连着的啊！雨还在下。8月27号啊，星期六，这水还有半米，这是我厂子啊！哎呀，这种情况。又开始下雨了，啊，这水现在到菠萝盖这儿，这阜感营2号路，哎，这是我厂子，这是我厂子里的真实状况啊，现在还有半米多水了，看看这儿，看这房子，车间里都泡塌了，机器上。Hey, I told you enough of that.But look, this is different. It's Ganjing World.